您这样说的话，说咱们汤山大地震之前是有地质预报的。我说你为什么敢这么讲呢？他说我当然有根据。我说你要有根据的话，这根据是哪儿？他说汤山市啊，在汤山地震之前有个汤山市地震办公室。地震办公室呢有一个人叫姓杨，叫杨由琛，他当时是汤山地震办公室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官方机构，他说你可以去采访他。当然，之前这个一些异常啊，拿这个，我说那个磁悬角来讲，就从七，它不76年震的吗？75年的9月份就开始出现异常了，这时间挺长了。这水动也差不多，也大约都是从75年的90月份开始出现异常。我们在75年底向国家地震局写了一个年度预测意见，在这个年度趋势意见里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乐亭、锦州、奥汉旗这个范围要发生大于6级的地震。乐亭是唐山地区，一个县。但根据日均值曲线回浮后发震的特点，我们建议7月中下旬应提高警惕，发震的可能性是有的。这次地震很可能发生在渤海地区及其沿岸陆地。在7月14号的时候，我们就正式上国家地震局，预报了，就是7月22号前后，8月5号前后，在宝坻、乐亭，这个范围和它以东的渤海海域，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7月24号晚上，我回到谷歌我的这个老父母那儿去，跟他们吃晚饭的时候，我就打个招呼啊，我说我这个掌握的低压突破了呢，可能在29号以前要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那么我工作可能很忙，可能就不见能回家，但你们别找我，你们听招呼，怎么通知你们怎么听。如果要是来不及通知，地震真来了，我说你们呢？就盖着被子在床上啊，你也不能跑了，都70多岁了，就70、80岁的老人，那就是裹着被子晃吧。我是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拍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咱们就干，发布预报，就这么干，出了问题我负责。大不了摘乌纱帽嘛，那个我又不在乎。别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碟子。到这时候，你就想这个，你想先想人民，你别想个人得失。那不我刚才跟说，无私才能无为。我考虑的是47万人。我在三里河的那个派出所接了个电话，还不能大声讲，就是给我们值班室讲，结果值电话的那个同志呢，跟我说你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派出所这儿。他说你可得注意啊，别制造，别嚷嚷这个，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今天下午国家地震局京津唐张协作办公室的一个女同志就打电话骂张国民，说你们怎么搞的，在北京到处制造临震气氛。有人说北京有地震吗？我说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他怕我在，我也本来想让他们提醒他们注意的，他们变成是不让我多说，就这么一个尴尬的情况，是干着急的，就是叫天天不应。完了以后呢，华国锋就说呢，你们不要有任何包袱，
就是党和国家不怪罪你们，你们回去以后呢，继续做好就是，余震的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当时如果要是把咱们这个群策也好，专业也好，把他大家坐下来真心平气和的好会会商，要打打招呼是吧？财产损失没法办了，起码人员可以少伤亡一些吧，是吧？这起码能做到，不至一下死了24万多人，伤了多少？伤了好几十万还。统一口径就是，至少地震不能预报。完了，我后到听后来跟中央的汇报，全是地震不能预报，没什么前兆，就和这次讲的差不多。关键问题，政府对他默认，而且支持他们，现在还是这种态度。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危险。如果说你地震国家地震局的这个局长，他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然后用这样的一种认识去指导他的工作，去影响整个地震局的系统，那么唐山地震的惨剧它会再次发生。我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偏偏还是发生。人人都有对自然灾害的知情权，我觉得现在政府是剥夺了老百姓的知情权。权的问题和真理的问题的较量，必须要就把真理、把真实东西放在最前头，把人的生命摆在最高的位置上，而经济发展是服从于生命的安全。如果生命都不能保证的时候，你发展经济有什么用？现在汶川地震实际上是在重演唐山地震当时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次汶川地震的出现，给当年华国锋处理唐山地震的问题不彻底有关。说今天，我认为我们的温总理同样犯了华总理当年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意味着后面的地震还继续会夺取我们中国人民的生命。